好，走吧。在家里都不做饭的人，开启了我的新天地。都是你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人体尺子障碍接力赛，第一位成员需要在这个隔间里面丈量这个起始物品。第一棒需要走独木桥，那如果独木桥掉下来了，需要重新往前走。第二棒过障碍网，匍匐吧。匍匐那不就没有了吗？这个好难。第三棒需要在这个大绳的地方跳五下绳子。第四棒需要用脚把圈扔进这个棒子。脚也不简单。哇，这么窄啊！我这个好难。这也太窄了吧！我觉得越慢越过不去，越快才能过得去。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很可笑。走着比看着难多了，手要拿起来。咋的？这边你们都放弃了是吧？你至少碰到杆儿吧。你别在这捣乱，我练一练。胜负欲太强。是哪一个？模特的手臂。找一个头。哇塞，这个可真的是连估算的可能都没有。这么久吗？70。这么难量啊？很谨慎的再量。75，差不多。这要量这么久，长城啊！你肩宽多少？50。加垫肩不加垫肩？走。哎，宽了啊，变宽了，哎，越来越宽了，这是，一步都没走，哎呦，等会儿啊，我找一下那个肌肉记，这么长，这样我竖着来。对，你再等等，你再看我一眼。上弓了呢。如果你看看我，就这个，对，这样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对不对？周深仿佛是一个机器人，不知道端了一盆水。平山还没过年呢，你过不去吧？这样。完了，这都过去了。用的是两个膝盖和一个头。深，你放弃吧，你那个手已经越来越开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稍等，我记一下。奏折呀。可以了。是吗？差不多。哇，手都给我搓热了，直火！好，全没了。手呢？好，全没了。手呢？你绕过来。确定？没有那么宽，好像。是这样。好，走吧。白梦妍，你是美女，怎么能这样？哎，你这个动作，我跟你讲，你重新跳吧。80，我觉得在80之间。80吧。有请裁判。
啥？胳膊，我觉得在75到80之间。这一概不止。70，还没到70。69。哦，这是70。你看他这还有个没到呢，你看是要这样的吧？这家还算最长那种，你知道吗？70。男队报的成绩是80公分，差10公分。来吧，请绿队第一次挑战。量这个吗？对，这不就是比我宽一点点。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么长啊？啊，不用，我不用量了，心里有数。完了，时间没了，再去量一下吧。再去量一下吧。再去量一下。不用，我记得。你既然知道他多少，那你不能过去了再给他比吗？对啊，对啊。不管了，先过去吧。凯哥这样穿特别像舞狮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先过来。确定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啊、哦。对。我的手打过去。太难了，手太高了。那我可以这样。也可以。对。等一下，是不是这样会快一点？是吧？我记得，你看没变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你在骗谁呢？我觉得是这样。应该没变。我觉得是这样。我没变，是吧，海哥？差不多吧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出去。变这么小了？啊？多大？就这么大？就这么大？我觉得有点小。哎呀，还有夹的！哎呀呀呀呀呀！不算吧，大哥。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不算。你把手放下吧，挺累的，我扶你一把来。大哥，你如果不比手的话，你拿手套圈也没关系。哎。你这是纯纯的侮辱，我觉得侮辱性极强啊。哎好脚啊脚。50、60吧，60。随意的吗？50跟60也差太多了吧。55。那请裁判上物品。哎，哇！啥？差不多吧，应该。啊，还真的差不多。我来给他们量，就是55。55，57。别别，这什么57？55，55。这儿57，你省着点让人家看。你自己看是不是57？55。56。五十六，绿队报的成绩是55公分，误差只有1公分。你这么准啊！妈呀！请绿队第二次挑战。不用，太难了。就这样穿？怎么没有啊？什么意思？太大了。太大了。真的吗？我根本就量不完，就是我张开再比我多手掌多这么多，这么长。来了啊！这你抖啥呀？怎么办啊？
咱平衡这一块原来不拿捏的挺好的吗？是因为头发的问题吗？是怎么的了？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后半程让他们特效坐过来。我不信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来，先展开。多这么多是吗？那刚好是差不多就是我的臂展。哎，就这样，哎，再长一点。郑凯，你完全打开。你得先搁着脖子，你得肩膀放上去，对。哎，刚好沙哥，咱们仨差不多高。我是比他高一些。他在练歌啊，你好认真啊。就这样啊，你看。哎呦，真是。海哥，你要把肩膀松起来，再把手延长一点。对，哎，一样的。好严格哦。来，沙哥。沙哥，你要伸到很最长，伸到最长。对，哦，一样哎。他俩真的几乎一样。你就正常，就跟郑凯一样。你不如五个一起套啊。轻轻的，柔柔的过来。哇！哇！你就正常，你就正常。你先感受一下正常，正常，哎，正常打着，你不用使劲，就正常啊，好。不能有弧度，不能有弧度。就最舒服的打着。我现在打的不舒服，哥。一七五点五，咱就一七三，一七三，导演，咱留个保留数。绿队报的成绩是1.73米，那请裁判上物品。是个什么呀？你刚才说难。啊！这么长？这么大？自行车。这从我最丑的轱辘。这里，这里开始。难了，自行车，1.73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吧。你不能这样，这样高。最后最长的地方。准。1.74，他就是1厘米。耶耶，1.74，不跟你计较。其实是1.73，我们不跟咱们计较了。哎，这生活，你瞧，这就是生活。你看，我都不知道这有和平公园地铁站了，都变化多大。那你小时候以前都是坐公交？坐中巴呀、小巴呀，或者是公交车，对呀。现在又有 BRT， 又有地铁的，完全变得我已经完全不认识的贵阳。妈呀，感觉自己坐上了当时上学的车，上学的上学的对巴士一样。你当时坐几号？哇，就是36路。我以前就经常坐36路回家。你就是36路？对，我以前还住，好像是浣纱桥那边。以前经常坐这个上课。哈哈。北京路。天哪！对。不是吧，你们？这是去我高中的路上。这真的是你的高中吗？这是我的高中，已经进来了六中，贵阳六中。哇塞，你别说，你们这学校还挺好的。六中真的很漂亮。嗯，真的很漂亮。它白天也很漂亮，不会让你那么感受到
学习的压力，可以让你放松的去学习。嗯，第二项秘密任务跟你的一位非常熟悉的人有关。跑男团的都很熟悉啊。不是，哦，不是咱们跑男团的，就在这里的。在这里的。对。那就是我老师。对。我老师啊。没错。所以就请你自己去找你的老师问个明白吧。你问问你老师，我对他都做了什么吧。啊，我去找我老师啊，我觉得有点尴尬。别尴尬，有我在呢，有我陪着你。哇，连这句名言都没有变，千里之行，只想高山行，微尘。啊，哇，天哪，快快快过来啊。尚老师，这是你和晨晨过来、啊。尚老师，对，我把晨晨的，就我高中和班里面上的老师。老师好，快快快！哎呦天哪，仔仔，三年没见面了。对呀、啊，好多年了都。嗯。挺哎呀，挺好的，老师见面。上。我跟老师已经打过招呼。哦，你们。我跟老师现在。哦。你们都见过了之前，对对对，今下午，今天下午，我们今天下午这个任务啊，其实是玩那个沙沙那个游戏的同时，然后呢要去跟老师见面，然后呢老师吃一份零食，我们吃一份美食，就是要快速吃完，然后再出现在你面前，但不能让你发现。我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个。我们老说什么上厕所啊什么之类的，其实我就是去跟老师见面的。尚老师，我是你的学生，为什么帮他们骗我？啊！尚老师以前是您的语文老师，语文老师，班主任，零七年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哇，零七年，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给你录了像唱歌的？哦，记得记得，就当时在班。你来，我来给我给你看。快快快快来！不记得，不记得，不记得，帮你记起来。不记得你当时还是那个，快来，就是那个，来。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朗诵了的。老师一辈子都是老师，无论你今年就快四十了，也都是你。哇，好尴尬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看，快来看你的那个。生命是最脆弱，但人类是最顽强。我居然还在朗诵。多可爱呀、啊！这有老师还给记录了一下这童年。你现在看我也可爱，我跟那时候没什么太大区别，身高。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吧，跟我们比赛的时候给他看的。真好。对对对，但当时我记得教我们的时候还有怀小宝宝，现在都几岁了？14岁。哇塞！而且周深已经是一个调皮的。老师，周深以前是一个调皮的学生吗？不调皮。我不调皮、啊，我可乖了，安静，安静，我真的很内向。那他学习好吗？当时可以，可以，不偏科哈，偏音乐，偏音乐，学校里面的所有的歌咏比赛，他都拿冠军。厉害！我跟你讲嘛，就是高一的时候，我们班的是那个歌咏比赛。然后我说谁来领唱，他们说周深，哦我不知道，我说那行，大家推荐你就去。然后一上台，下面就有尖叫声，就有粉丝啊，那个时候。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个拍了一个 MV？ 不要再提那个 MV 了，是 MV 太远了，忘记他吧，邵老师。明白，懂，我懂，我懂。这个。但是我其实有一个遗憾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性格，我是从小到大都比较害怕老师。没有那个性格或者是心情去跟老师处成朋友一样的关系，这是我特别遗憾。我其实还蛮想来看老师的，但是我就会一直有一个很学生的心态。对，所以哎，那就是谢谢，可以再见了。但是你每次到节日你就给我发信息，我都那个就很温暖，真的很温暖。挺好的，我还是谢谢邵老师，谢谢邵老师，辛苦了，谢谢邵老师，不要跟我客气。嗨，我要当年是邵老师教我，我现在早就能唱的大鱼唱的比你好了。
那我们接下来要前往你们学校的体育馆，为你揭晓最后一项秘密任务。这边就是体育馆，来吧。哇，妈呀，这么多人。来吧，师哥。深深，你看到是我们贵阳六中的合唱团。哦。同学们为了欢迎你回到母校，还专门排练了一首歌曲，想唱给你听。那这首歌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出现过很多次的《爽爽的贵阳》啊，你也来到了家乡嘛。但是在大家表演之前，我们还是先要来揭晓一下，成员们对你做的第三项秘密任务。是什么？其实就跟这首歌有关。哦，好嘞，我背着充满渴望的行囊，寻觅抛开属城的地方。今天与你相遇，眼里释放惊喜的光芒。这冰激凌不错啊，帮我拍这么矮。我背着装满向往的行囊，寻觅抖落风霜的方向。他们什么时候？心儿的月亮，心儿的月亮，心中的月亮。记下了没？记下了。你要小心台阶啊！我现在配合浑浊的天空，人气了，好的热闹。我想吟诗一首，环长森林，用来缕缕清新。千里山风吹过，阵阵烟翠柳。哈哈哈哈哈！在我耳边唱歌，我都没听见吗？感受着你的气息，来吧，双双的贵阳，双双的贵阳，我知道在这里的天堂，贵阳。大家最快。哇，你那个确实把我吓了一大跳。让我们听听这个合唱团唱的真正版本的这个《爽爽的贵阳》。
什么幸福时刻呀、啊？推荐家乡，建设家乡，也是每一个人共同的期盼。希望在场的每一位同学，以后也能一直保持对家乡的赤诚与热爱。今天我以家乡为荣，明天家乡以我为荣。今晚门店实践课的任务就是制作100人的沙县晚餐订单，100份。啊，100份，那肯定人多做得快呀。嗯，见谅见吧。今晚你们两组成员将分别实践经营两侧的木青小吃和阿莲小吃。我们今天预约了100位沙县本地的市民前来就餐，同时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完成任务，在正式营业之前，大家还有40分钟的准备时间。我们也为每个小组邀请到了这家店的老板和厨师，但是老板和厨师是就是前40分钟帮忙的时间，7:30时间到了之后，他们会在旁边监督看着大家。现在就请前往两家门店内准备一会儿的开业。这么复杂吗？哎呀，听完我都晕了。阿莲小吃，你好，阿莲姐，欢迎大家。莲姐，你们边操作我边说一下哈。今天我们主要经营的售卖的只有这6样东西：扁肉、拌面、蒸饺、炖罐、滚滚豆腐碗跟绕包。哦，我没有豆腐碗。那待会儿我们四位呢要分工合作，我弄扁肉吧。好的。蒸饺你还得蒸饺。扁肉蒸饺。那我来炖罐吧。那销售这一块谁来呀？哦，我可以销售。我待会儿我先去后厨帮会儿忙。哦，那两个没学，滚粉豆腐丸没学。那这样我们先到厨房好吗？哇，这就干起来了呀！我啥也不会干，我只会包东西。这个炖汤这边，这个放多少个？一个罐子里面放5片。对，我们今天有稍微学一下，但是可能有一些不一样。我待会儿教你做烙包。首先给你们岗位分工。好。要有一个在前台就点菜招揽顾客嘛。哦。还要一个就是说上菜后厨的几个，就这样。哦，上菜我行。我来点菜。我在后厨吧。我跟沙哥去后厨吧。那我这样，我就负责用。来。好，这不同的这个东西价格也不一样。哇，这么多，这么多菜。哎，我们不是只有4道菜，那2道菜也算对吧？另外2道是我们店铺的招牌，芋饺跟烙包。咱那芋饺啥咱不会啊？哎，芋饺是啥呀？先帮着干点活去吧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包饺子。包饺子哈。这多不多？你先少一点点。好。蹲个40分钟就好。40分钟，好。刚刚学的那个真的有用啊，这样快一点。哎，这来这边称面条一个。称面条。2两3两是吧？2两哈。来，你这边来煮。我教你。我煮。啊，这是绿饺。怎么看它是熟了？扶起来煮一下子它就熟了。好，教你调料一下哈。啊，还要加调料的。啊，要加，这个是您泡煮的味精椒粉，这里可以拉这边过来。还要倒那里吗？芋饺你现在煮起来。哦，那个芋饺了吗？这个饼烙，饼烙就杏包杏，面条就那个。有点，现在有点懵了。我就负责这3样啊，芋饺、扁肉和面条。哦，可以。你就是主厨对不对？煮的对。李成，哎。阿姨要教你一个小吃，快点！教我一个什么呀？烙包，来，你教我吧。来，姐，这个是烙包，是这样子啊，这边火开开了哈。这跟有点像北京的那种糊塌子什么的。你说的特别对，这就糊塌子。嗯。好。要翻面吗？要翻。要翻啊！啊！抢！专业。我学会了。学会了啊！学会了。很厉害，很棒。哎呀，破了！刚才在外面说好的卖4大金刚，一进来在那煎烙包，熟能生巧。哎呦，每次翻面都差点，好无语。那滚粉豆腐丸有人学吗？我在学。这个需要煮到它每一粒都浮起来，而且大个起来才可以的。
觉得这个酱可以先多做几份，因为拌面估计那个吃的人还挺多啊。哎，还不错呢，是不是？对呀。哎呀，我蒸饺包的人还可以啊，夸一下我。不错，真不错。天哪，我在家里都不做饭的人，开启了我的新天地。都是你吗？这一盘子、啊、都是我。哇塞，你待会儿来弄饺子哈。好，你看我这个别卖了，我来这儿了。那你来吧，这个会稍微方便一点。捞一个。你是用手捏的馅吗？对啊。你哪知道那多了少了？就全凭老师傅全凭感觉吗？左一下右一下，多了就再把它挤出来呗。你要不走开吧。你看，你挑哪个是我的？行，我煮面吧。天哪，我觉得蒸饺会供不应求，哎，太费时间了，这个40分钟哪里够啊？蒸饺现在有几笼啊？现在有246笼。不够，来不及了。这是单层双层的，累得要命，我这越包越不像样了。给白马啊，对，白马。灯罐谁在负责？没教他夹灯罐的。什么东西？我这个皮快没了，怎么办呢？换个岗，我那个真的不行。原来跑堂的有这么多工作。你再说一遍，预饺一碗是几个？怎么上菜、啊？点肉是在哪儿煮？你说最后那是哪个菜啊？哎呦我天哪！请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营业。这样子的哈，啊，你走了，你的记住哈，不然好慌啊。闹八道，放心吧。哦，那你们出去外面吧，退场了。啊，这么快？等一下还有好多没学呢。走了。哦。呀，你们操作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加油。你喜欢吃什么呀？扁肉对不对？拌面好呀，拌面可好吃了，还要吃什么呀？炖罐来一个。炖罐。好嘞。烙八。烙八一个。扁肉，还有一个炖罐。好嘞，6号桌，谢谢两位。你在做的是什么？烙八，刚煎的。烙八。香的要命，我自己煎我都流口水。把6份包了，打包带走。那煮了吗？2份拌面没有啊？完蛋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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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扁肉帮我剪10个给我，直接下，现煮现吃，好吃的不得了，给他们好好补一补。谁的拌面？还有一份你们的扁肉，你扁肉还没吃完呢，宝宝。第一个炖罐，好。你们都上齐了吧？都上齐了啊。拜拜，你们也吃完了吗？拜拜，谢谢。李哥，肉饼超好吃，是不是？对，谢谢。欢迎下次光临。拜拜。拜拜，您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没生意了哈，结束了。没有，结束了。啊，好口渴。来，慢走，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，欢迎下次再光临。我能不能吃个拌面啊？拌面我给你煮。爱你哥，谢谢哥。我吃。
你去吃一个扁肉去，那我一会儿。啊，我老吐。做生意真是累。生意怎么样？忙得不可开交，我跑堂跑得都飞起来了，真的。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体会了，我觉得。这是我吃过的最特别的沙县。我跟你讲，以后我去餐厅吃饭，我再也不催人家了，慢慢上没关系。欢迎来到安慕希奔跑吧青春歌会。在今天的晚上，我们请到了现场400位来自贵阳各界的青年朋友，他们将相聚在贵州大学的体育馆，和我们的兄弟团以及 Into One 一起用合唱的方式来歌颂青春，赞美青春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，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叫马莎，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，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苦改变了一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，发黄的夏天，古老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恐怕你早已忘了吧，过去的誓言就像那河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将是一阵烟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。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以及燃炽的烧声，再次的见面，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？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；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美丽的青春。北方镇的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曲。
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有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喝到七分只有感觉常在我心，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，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，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点总是匆匆忙忙，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长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晚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。有一套房子之后才能去爱别人吗，总是以为沉默之后就能抚平伤痕，以我被瞒着错过的人，当青春耗尽只剩面目可憎，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某天夜晚突然醒来，想被命运叫醒来。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想看遍这世界。刚才都不是现场四百位这个热心的朋友们，其实完全是四百多，因为我们的摄像也一直在唱，非常有感染力。因为有的很多跟着我们一起奔跑的，他们都跟着我们跑十年了。包括今天我们录了一个小小的短片宣传，然后放了一些音乐让我看到，我说这是我18岁时候的影视作品，然后我说谁还不是曾经是少年呢？如果想和我们一起有梦去追，
就来看这一期《奔跑吧》，我们一起去追梦做少年。旁边就有很多款式新潮的帽子，我们这个环节要进行挑战的就是指压板粘帽子。粘帽子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大家头戴着帽子，然后往起跳，把帽子会粘到这个顶上。Oh my god！ 哦、然后十二位成员一共能够粘到20顶帽子就可以。你这个游戏考虑过公平性吗？我们没有那么高。这是值得考虑量的一个。所以这个高度是由女生的高度，然后男生的高度。有周深的高度吗？首先为大家来到的是女生的高度。哎，下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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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现在就是女生的高度。好高级。可以。哦，这种时候就不要跟我同时出来嘛。好痛啊！豁出去了！好痛啊！好痛啊！这个太难了吧！哎呀！加油！加油！喝多了，鹅！你们是鹅还是鸭？鹅！没顶一次都要吐了。哇！你看，这对于他来讲太简单了。就我用一下，一二，哇！一二，哇！冠军不只是自己跳，还完成了托举。冠军，你先别动，一会儿还有几个男的上去需要托举，需要托举。下来啊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留点力气，留点力，算了算了，给。哎，他对着镜头，我不要跳了。接下来要轮到男生出战了。周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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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深。这就是新人大礼包，知道吧？对，来吧，那老沙来吧。你先上，你们先上，因为我们完成了，一会儿又去吧，去吧。对，我们一定是把机会留给需要的人。我上去通透一下。我也来，我也来玩一下。啊，这么痛！啊，这么痛！哎呀，小心！哦，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呀，凯哥，你克服了？这咋的了？这是，这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大爷，得了关节炎！哇哇，这么痛啊！这个好痛！加油！这个比看起来的痛很多倍。这有那么疼吗？这有。我拿帽子，我过来，你先拿帽子。沙哥，这个是顶头顶菠萝吗？这是。哇！好痛，这个。哇！好痛！你不要压我，你压我，我更痛。你自己管好自己。他们两个在一起真好可爱。来，让他俩先来一个。来，来，老沙。
你先，你俩就别客气了好吗？我先酝酿一下，我现在得说服一下我自己，我怎么跳？我得先说服我的脚，因为很痛。周深，感觉你要跳很高哎。周深，你好像要跳一个你。你们先当我不存在。我拖你吧，我拖你吧，我拖你一把。穆老，你是拖你老师。我可以拖他一下，拖他一下。我好不容易在这个里头找到了两个定啊，找到了两个定啊。最后一下，最后，最后一下，最后，我的天，不行，还得上去，不行啊。等一下，刚才谁跟我说要助跑来着？助跑不行，他只能原地跳。助跑是肯定不行的。喂啊！喂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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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混账！混账！啊！六！啊，差不多了是吧？还有俩。等会儿让他俩来一个嘛。周深来不来一个？周深，我跟你讲，不管能不能顶到，跳一下要。对，对，是不是？你也没跳。跳呀！快点！我们3、2、1一起跳吧。好。3、2、1。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跳好高，好高！太坏了，你沙溢真的。我就猜到是这样。哎呦，我在起跳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有点不稳。要扶一下帽子，扶了一下。你赶紧上。不，有的不。不。我跳，我跳，我跳。你是他应该没有我跳的高吧？刚才没有，他真没你跳的高。哎哎，站到了！哎哎，站到了，站到了！还差最后一顶啊！哇！哎呀！差一点点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俩要不拖一下周深。周深来吧，来。我真是说心里话。其实周深刚才跳的已经尽力了，来，我们一人一遍，我也帮忙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不！他应该没有我跳的高吧？三。脚还在鼓掌。哎呀妈！你把名字闪着了。哎，还不算啊！你怎么？哎，你回来，你在这儿。傻子！傻子！你干什么妈呀？谁会？哇，赵老师怎么还游走？傻子，自己在那换位置。你快点，赵老师，你没有位置了，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。咱成功了，好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这群众基础，哎妈呀，这不成功都不行啊！他真的，墩墩整个人都躺在里头了，墩墩哪是纸压板，根本就不怕这个背压板。我们这一轮没有成绩，因为都是
双脚全部进去了。哦，这样啊。但你很厉害，沙哥，超棒，超棒，超棒。你在安慰他对不对？真的是在安慰。哄小儿子。只要我成功的那次都是失败的，都是演练。你为什么今天又这么想赢呢？为什么呢？他今天很反常哦，今天这么想赢沙哥，那你自己想呗。您好歹也是个校草，所以颜值超高。是从前，那也高过。嗯，十足不仅限于魅力。又开始了，自己今天把手表戴上了，防止我上测谎仪。八进五的底片，请出歌。八进五的底片，请出歌。说脚步吧，咱俩这样，咱俩真的看谁能把这个鞋穿走。公平竞争是吗？公平竞争。我怕鞋坏了。我给你这只，真不错，我给你真不错，我给你这只，真不错，真棒，脚速真快，给你，脚速本来就是你，我给你，你踩了我们一脚，是你吧？是你吧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哈密男孩。这位哈密男孩，好吧，现在是哈密男孩，我就原谅你。你怎么这么没有经验？完全抓住了他的弱点。在最近的打歌期间呢，只要提到哈密男孩女孩，都会获得他的赞赏。无条件，没有原则。我这个让给你，我不想跟沙哥玩。我也不行的，我跟沙哥玩不了。你不是让给人家，人家不想跟你一起玩游戏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这次让给敦敦玩一次。可以啊。特别提醒下，如果将名额让给另外一个成员的话，那么他最终获得的分数将由你们两个人平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沙哥这个毒瘤走了。毒瘤？难道他就是著名的杀毒软件？哇、哦，杀毒软件。赵露思在干什么？像那个有一个小动物。对，你要珍惜我的机会，哈密。啊对。是我没有办法单脚够着啊，够不着啊，够不着的。你看啊，你在干嘛？预备啥？你看这样的话，对我够到了呀，够到了呀，够到了啊。但是要迈的就比较费劲儿，就比你们的过程要长一段。你够到了之后，你拿两个脚趾头把它夹出来呀，再穿。那你得光脚呀，那得。那赵露思在圈外永远是，对，永远都在准备中，准备中，准备中，准备中。我要看你在哪里都是，我要看你的一个。
我可以再把名额让给赵露思吗？可以啊。我想给你一次机会。就是要锻炼你。就是要脚短。你们就是懒。这样就剩一只了吗？我们往外拿一点行吗？为了照顾一下女孩子，我们把它放这儿可以吗？好，放这儿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是觉得因为你特别喜欢指压板，来一次不容易，我们老玩。而且但你看他走在上面都毫无感觉的。对。哎，那这样我们鞋还是放里面，那赵露思可以在外面这走。可以可以，因为他也不怕痛。我可以一只脚进去一只脚出来，因为他也不怕痛。因为你完全没有抢到过，所以只要你抢到怎么都行。哇，他在讽刺你。你说嘴巴嘟嘟。露思快证明给他看快。哎，但你这有点过分了吧？死盯这个地儿就行了，我觉得。要转起来。还是没穿上，都在旁边了。你说还要我们怎么做？哎，导演，我刚刚在这个上面走的，不算半分吗？那是我们对你的照顾。好，那是我们耳机进入花房，该对其余成员在答题区回答问题。答题结束后，女队长走出花房开始作答。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。若答案与队员相同，得一分。有了，对了。答错接受惩罚，回答错误两次，游戏结束。就是说每个人要下去了，对，答错一次就全员接受一次指压板惩罚。全员下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选我们第十季的专属幸福之花，所以这一环节允许大家穿上袜子，这样的话会减低一点点疼痛。等一下是一组一组依次答题，其他不答题的组坐在旁边的吧台区来品尝一下鲜花饼。哎，这是刚刚做的那个鲜花饼吗？鲜花饼做好，尝尝。哎呀，我给大家准备鲜花饼之外，每一张桌子上还有果香浓郁、一口清甜、营养美味、超好喝的安慕希清甜菠萝酸奶，这也是我们今年安慕希的新品。安慕希和鲜花饼更配哦。哎 ，baby， 你不要挡住我喝安慕希，这个镜头很重要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镜头。怎么有了安慕希，你们整个流连忘返都不想玩游戏了是吧？对啊，因为安慕希太好喝了，赶紧喝一个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按照上一环节的排序，排名最末位的黑队先来。对，黑队啥时候没先来过？很公平。打个样。很公平。好，我们先来给祖儿播放音乐，黑队听第一题。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开始作答。花店里面有花。花瓶。服务员。取款机。刷卡机。剪子。包装纸。电脑。那个丝带。顾客。还有是那个营养液。来，那个写卡，那叫什么明信片？手机。人。啊，人有了，说过了。那个喷壶。还有啥？过，还没过啊？你没事，咱一块儿的，咱是个 team。叶子，钱，笔，二维码，扫码的。花盆，啊，那个泥，那叫什么泥？这绿色的那个花泥。水，说了吗？水。哦，快再来几个单，再来几个单，看不惯落叶。窗帘，窗户门。三名队员已经给出答案范围，接下来是队长的作答时间。你们说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。OK， 好，请祖儿听题，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。耶、yeah。再想想，花店。花店里面有。店员。
等会儿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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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他是不是已经赢了？我们出桌三个，不是，答得越多分越高，最多可以答错两次。够了，够了，有一个就够了。现在已经三分，请继续。水。四分。再想想。花店里面的灯灯。灯要受惩罚吗？是啊。躺平了，好疯啊！好可怕！我申请把我们队拆了吧，拆了，拆了，拆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觉得我也可以拆了。什么花？快做做鲜花饼吧，快点！太疼了，太疼了。大拇脚趾，这个太痛。本来只是脚底，现在连脚背都痛了。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，我告诉你。别打了，别再打了。你别打了，我们四分够了。队长，队长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是我。你们的答案都没了吗？我们就说了四个。请继续。顾客。有。哎呀，我的耳膜都要破了，彭和弟。剪刀。泥土。有花泥。有。那。OK。钱，花店吗？正确。还有贼。你要不要往好的方向想一想？有贼的话，我觉得还有警察。警察，他下去扎的都是同一个位置，知道吗？你们的造型都很幽默，都定格了，上脑了，上脑了，好痛。接下来请红队出战。好紧张。没事，反正踩都是一起踩的。真的很痛啊，站在上面都痛。请问出去旅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衣服、袜子、牙刷、鞋子、牙刷呀。Toothbrush 牙膏，他说牙膏。口红，身份证。腰带。眉笔，眼线笔。帽子。睫毛膏，钥匙。钱包。洗面奶，那个面霜。笔记本电脑。
粉底液。啊，是坚持。二姐，二姐，二姐。二姐，二姐。你还笑柄。小鸡。指压板。五。护照。四。漱口水。三。二。伞，遮阳伞。防晒霜。三，三楼。时间到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们比他们难好多。你们比我们简单，简单。请 baby 听题，请问，出去旅行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那可太多了。这个很简单呢。女孩行李箱里还会有什么？衣服、鞋。哎。洗面奶、牙刷、牙膏，还有什么？让我想一想，想一想还有什么？你再想想化妆的，你再想想化妆的，卸妆膏，卸妆膏，没有，没有，这带了化妆品，咋不带卸妆的呀？忘带了，等一下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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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慕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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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腮红，腮红没有，天哪，腮红，脸上那么多笑话呢，没想到痛苦来得这么快。躺平了，最后一下好痛啊！再来，请绿队出战。加油！试一试就知道了。加油！减轻一点重量。好，绿队请听题，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？计时开始。可乐、鸡蛋、酸奶、安慕希、雪碧、青菜、水果。水果说水果呀、啊，苹果、生梨、生梨，这也太难达到了吧？橘子、西瓜、樱桃、哈密瓜，随便说。肉、大白菜、冬瓜、牛肉、黄瓜，酒、啤酒、红酒啊、威士忌、气泡酒、冰激凌，冰，冰块、雪糕、巧克力、面包，有格子，那个隔板，冷空气，速冻水饺。鸡蛋输了啊！面条，五，老干妈，四，酸菜，咸菜，三，二，一，我跟你讲，我全程看着你们，我根本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王鹤棣，你在干嘛？热个身。请听题，请问。冰箱里面有什么？冰箱里面有什么？鸡蛋。正确。汽水啊，可乐，没有汽水，可乐是汽水啊，大类嘛，汽水大类，可乐有了呢，那个，哎，
正确。这个变成你比划我猜的结果啊，这有点过了啊。Whisky。正确。还说啥了？我都忘了。啥呀 ？OK， 苹果。正确。OK， 西瓜。正确。葡萄。葡萄。平时不爱吃葡萄。差点踩回去。第一时间离开是对的，我觉得真的第一时间要离开，不要一直贪恋在这个上面。来，请白鹿继续作答，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？碗。碗。碗。剩菜吗？我的天哪！感觉上一次压指压板还是在上一次。鉴于大家的表现非常好，第二轮我们把难度降低，每一队只有一次答错的机会。就是只疼一下，对吧？好，那依然从我们的黑队开始。好，请问除了鲜花，男生在过节时可以送女生什么礼物？计时开始。衣服、戒指、裙子、鞋、鞋、钻石、红包、口罩，还有送口罩的，手套、手表、手机、手机、电脑、吹风机、洗衣机、卷发棒、冰箱，还有包书包。书包。谁会喜欢送书包啊？车。这全都已经超出我的经济范畴了。游泳衣、电影票，然后还有狗、猫、羊、猪、鸡、牛、鱼，能买的所有宠物，马。脖子，还有小兔子，玩具，手办，然后那个自行车，我他们说过好多。左儿听题，除了鲜花，男生在过节时还可以送女生什么礼物？除了鲜花，听懂了？只有一次答错的机会啊。包包。正确。没了吗？裙子。正确。手机。正确。口红。正确。手表。正确。哇，我好厉害啊。外套。衣服，这是衣服。衣服，这是衣服。正确。泳衣。哇，好像这都猜出来了。有这都猜出来了，正确。
行车，自行车，正确，这无法超越了，我觉得太牛了。你有想不想赢？一条狗，提示了，不算。你们都你比划，我猜了都，那不是从绿队开始的吗？啊，把啤酒的旋儿都演出来了，那个声音我都听见了，还好意思？好，我们公平啊，我们公平啊，好好好，来继续。洋娃娃，有玩具，我说了娃娃，那个娃娃，玩具玩具，玩具能跟洋娃娃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终于把这一次整完了。请红队听题，请问女生喜欢的食物有什么？开始作答。螃蟹，巧克力，小龙虾，巧克力蛋糕，牛肉，冰淇淋。哎呀，我刚要说，汤圆，冻的，羊肉串。啊，苹果、香蕉、狮子、李子、梨。苹果、香蕉，你说个绕口令得。芒果。四。彩虹糖。三。跳跳糖、棒棒糖。天哪。已经很多很多了。请问女生喜欢的食物有什么？女生。那可太多了。都爱吃的不一定是你，反正我爱吃薯条，反正我爱吃薯条。这也创了新高了。我爱吃薯条，鸡翅，汉堡，你们一个都没有吗？我们都往正我的天哪，这么多题，一个没说吧？一个没说。这么没有默契的组合，快把他们拆了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巴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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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薯条 MVP， baby 姐，你们说的这些确实不是我特别爱吃的。接下来请绿队作答。第一了，稳稳。万一他们翻了四，他们只要不演，不比划和猜，咱稳稳的。请问，男女生第一次见面的约会地点会选在哪里？公园、电影院、天桥底下、天桥底下、天桥底下、天桥上面，那是街头吗？那是。地铁站。理发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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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理发店，什么概念？家里，小树林，小树，书店，游泳池，酒吧，酒吧 ，KTV， 超市，小卖部，办公室，不是你的点有点怪呀、啊。商场，游乐场，学校里，学校，操场，篮球场，网球场，乒乓球场，足球场，烤串，小脏摊是什么？就是马路边的那一种吃东西的地方。山上，山顶，一起去爬山。海边，沙滩，对，密室，剧本杀，倒计时。的士是吧？出租车，公交车，对，火车，飞机，轮船，他的答案，坤儿的点很好，今天，坤儿的点都是天桥底下，天桥底下，我拉你唱，来吧，我看看是何方神圣，请问，男女生第一次见面的约会地点会选在哪里？电影院。
KTV， 正常正常。游乐场总有吧？正确。游乐园。你看我，别看他们了。导演提示你，别看他们了啊！啊，公交车，正确。公交车，哎，不要看他。刷，哎，这啥呀？干嘛呀？你别误导他。不能再这样了啊！这样我们就要直接惩罚了啊！嗯，火。什么火锅店？火锅店，火锅店没有，火锅店没有吧？好，来，请准备。为什么不去火锅店呀？吃了一身味儿，咋约会呀？人正确，正确。直接晋级，红队和绿队其中的一组会面临拆队的风险，因为排名是绿队第二，红队第三，所以在我们的转盘上，红队七格，绿队三格。这再中了，真的是。来来，一二三，看呐，朋友们。哎，我看着这个感觉有点晕呢。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紫的、蓝的、绿的、绿的、绿的。哦，我的天哪！这要漫长的，我有点晕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马上就要公布结果，我们来的宣布结果就是，好像是红色，好像是绿色，又是红色，又到了绿色，马上又到了红色，到底是谁呢？哦，不对，你会发生什么？谁会？哇！很遗憾，红队在这一环节要被拆队，所以要把 baby 的花名牌换成摘掉了，摘掉了。同时，你们挑选的这一种玫瑰也会把它拿去做成玫瑰花茶。哎，可以。啊，做成茶了。我那个做，我觉得我那个泡澡最好用。钟申，等一下，赢了你就能有验人的机会，他根本赢不了。就喜欢这个态度，赢不了一点。来，第一题，请看题。哇哦！摆呀摆呀，干啥呢？我坏，我坏，我自己跳行不行？无需多言。哇！哦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哇！没事吧，陈哥？当场吐魂。第二题。啊！妈，这太难了耶。周深快，周深快！哦，哇！酸爽！这是啥意思？从左至右，落起来，落起来！对，就是。逐渐能接受了，没有第一次弄疼了吗？我就说习惯了，都没感觉了。不是，它是前后排的。来，啊啊啊啊啊！我太重了。我的妈呀！上下的，上下的，对对对，啊啊，对，快点快点。现在错了，红黄绿，红黄绿。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
还行，他好一点了，麻木了，麻木了，麻木了。主持人啊，我敬你。太让我了。哎，那都赢了是吧？啊，是我们该上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人家都不知道呢。哎呦我的妈耶！来吧，给个痛快。哎呀，啊，好紧张。第一题。哦，是你一起来吧。感觉没有，怎么呢，凯哥？你怎么蹦出去了？凯哥真男人啊！恩熙，不要有压力。好哥，再来，真的疼，疼、啊。姐啊，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他们那个是三个摆在一起，不对，不对，陈斌，我对了，陈斌对了，陈斌对了，我真的对了。哦，这下疼，真男人，这下疼。安玲，对不起啊，龙。啊！哎，屁股疼，屁股疼，好硌着屁股。哇，这个好难。啥？别紧张，别紧张。我又比他差了一点儿。对啊，快。Nice。恩熙。凯哥。凯哥。两边两个竖的，左右各是竖的。哦，我现在呢？我的被子怎么飞了？哇，你们还挺焦灼、啊，很焦灼，很焦灼。这都已经习惯了。对，我下去都能给你跳 Queen 卡了。你不听，你跳来。Queen 卡。阿妈 Queen 卡。这个可以，我们不带怕的，没事。Queen 卡组。三角的，往上落，往上落啊！真渊，对对对对对，恩熙已经，恩熙对了，恩熙漂亮。哥，你也 Queen 卡一下，怎么跳？这样，好，啊、来，我陪你们。Queen 卡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结束了，马疼死了。赢了，你赢了。啊，那赢。3-2。结果好想试一下这个啊，能让我试一下吗？谁在调控这个啊？让我试一下呗。你给他试一下。哇！哇！耶！疼不疼？很疼。哇，有点疼。第一局魏大勋胜出，第二局张真源胜出，你们两人当中会有一人有机会获得最后一次宝贵的查验权利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二选一，二选一，你们两人当中、怎么获得呢？你们两位先各自抽取一个竹筒，前往独立的验证空间，抽中印有山水协会 logo 的成员，可以任意选择一位在场成员的叶子投入水中，如果水变浑浊，那么这一名成员身份就是懒虫，如果水是清澈的，那么这名成员是普通好人。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。
就是很简单，有两个裁判给大家摇绳，三个队员依次进去，第一名成员拿一个鼓棒，第二名成员进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成员把鼓棒传给第二个成员，第二个成员把鼓棒传给第三个成员，同时第三个成员身上还有一个鼓，敲响这个鼓就成功了。每一队最多有五次挑战机会，来吧，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。我跟你说，玩指压板的秘诀是什么？你要控制你的肾上腺素的分泌，就你上去的时候要告诉自己的肾上腺素分泌炸出来，就不会痛。来了，沙溢哥先试试劲，可以，好厉害。不是，长山赵子龙，我进阵沙场，我。可以，老师可以，已经不理智了。这谁杀谁呀？我真的。来吧，绿队，首当其冲。谁第一？谁第二？谁第三？第一那个跳最久吗？肯定，我最后，我是鼓王。肯定是你啊，郑恺。你还用想吗？我第一，这是香港鼓王的。对，我只负责敲鼓。香港鼓王，你是不是香港脚王啊？香港脚王没有人敢当啊！香港脚王。现在考验的不是鼓，是脚啊！绿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哼，肾上腺素，来吧。太血腥了，太疼了。这些年凯哥的绝承受的太多了。太疼了，绿队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你快点来啊！喂，往前！喂，我好痛，我好痛！快啊，来啊！人呢？喂，我好痛，我好痛！快啊，人呢？快点！你们俩。看的都疼，快点来啊！我好痛，喂！啊，节奏好了，我好痛，快啊，来啊！哇，太痛了！啊，怎么回事？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我跳的不够高。你不用跳很高，你只要腿起来就行。但是我是第三个嘛，这里要跳的比较高才可以。对，所以我们再往前一点，你可以。可以吗？等一下。这全都是一样，我天！继续吧。加油！哇，疼啊！
挑战用了40机会。好痛啊！哦，耶耶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谁是第二名啊？白队。我觉得我们担当不起第二名。白队，请准备。来。哎，藏一个棍儿嘛，然后哎，等会儿我就直接拿了。哎，对，我收起来，然后你就从那棍儿出出来不就了？你这拿他们当傻子了是怎么着？这不都拍着的吗？这镜头都记录着呢。来吧，白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啊，跑吧！啊！太疼了！以为是个王者嘞。要不第一个？给我呀，第一个。啊！我想跳的，我不是在那儿，我不敢蹦。咱不信放弃吧，别折磨了。算，你也看出我们的实力来了。哎，刚才你们在唱歌时候争取 PK 的气势去哪里了？我还没活血呢，加油，可以的。我们已经化瘀了，我们已经甭活血了。我都没感受呢。要不你先来，你投一个。我不行。你第二个，我最后抱小虎。这个就一直上不去了。我没有拉胯，不关我的事儿啊。我第一榜，我第一榜试一下，好吧？我第一榜，因为我的问题在于进去。对，你打出汗了。刚才在黄河旁湿气比较重，现在给大家逼出来。还是你们想的周到。听着鼓点，咋了？咋了？咋了？冲我，小高！走，走，走，走！啊！哎，不是，你们不要打乱我的节奏。哎呀！我被抢跑了，多一个都不想跳是吧？多一个都不想跳，你这把我给我自己人哄过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倍儿紧张。哇！哇！失败。红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哦，哎呦，低点，低点，哦，给我，哇，
吗？没笑，没有，没笑，没笑，没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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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错了，你敲哪儿了？没敲，没敲，想想是这样，就是你敲了立下，然后绳子卡住了。红队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哦，这比小时候老跳绳了。恭喜红队挑战成功。好棒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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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我们疼痛感是 OK 的，我们就是不太协调。不要让前一个再多等待一次嘛，就是进就赶紧进，赶紧进。黄队一次就挑战成功，恭喜！终于到了，到了第一。我们再试一次，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。我们有申请的机会吗？白队不想当最拉胯的，我们可以是最慢的，但是我们起码成功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不是，关键那三组都赢了，都成功了。我们不能拉胯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吧来吧。眼睛有泪花了，已经。哇，太痛了！哦！我低棒试一下，好吧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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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，相信。我懂，我找到感觉了。走，走，走。哎，很棒。好样的，好。哎。很棒，很刚才没有那个战术，就是一个进赶紧进，对。战术问题，战术问题，战术问题。接力赛第一轮，请准备。快一点，你试试快一点，我举着沉的啊。OK，OK，OK， 你别 OK 了，你就跳吧。OK， 哇，幸运儿就是我今天。哇，烫脚，说实话，怎么这么烫啊？
回落回落，再往这边一点。我觉得你下面那两个小球，两个摆在一起，不用两个，一个就行。看那孔出得来吗？是是是是。进了吧，差不多。我们试一局哈。啊呀！气场气场，好。天哪，是这样的吗？哇哇，这么厉害！啊啊，是这样的。是这样的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快一点？这怎么弄？哪儿出问题了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出问题。你这样他都不会滚到上面。为什么？哎！完了，我觉得你可能不用电机了。你先把机扇起来，我才有机可以电啊。继续抓。我感觉这个鸡，这鸡永远不会去那儿啊！来，你呀，鸡别叫我叫鸡上了，快，我们那个鸡，我们那个鸡，他都不走。你这么快呀、啊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你差点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哦哦，就差一点点。来，记着。我们的鸡什么时候出发？大哥，你把这个往边上，把这个往边上摆。耶、！OK， 记着啊。到了吧？到了吧，快快快，他们已经到第三棒了。哦，成功了。耶、Let's go。哎哎哎，别来风啊。哎，这不是你把它这有刺儿，这个换只鸡，鸡跑了，快，凯哥快，凯哥快点，我一直在被电的。啊，是吗？喂、这家改飞机了，你这叫传说中的飞机，是飞机啊，这是。越飞越去。凯哥，我在变熟了，气跑了，鸡飞走了。凯哥，快，我们那还有一位电机的呢。要求到你了，快，三棒太大了，这个加油加油加油，问题是我捡不起它呀。这个有点太，你直接放在上面吧，这不可能完成，是不是？哎，少喝点酒以后。手都抖放不了
哦。妈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完全不行。这真的很痛。痛啊！就是它，你很麻，你形容。哎，好了。那种感觉。可以了。它马上要变了。哇！成功了。还有一颗，差一个了。现在11分钟了。这么久。加油！我估计他很难成功啊。哎，太难了。哇，好厉害！好了，完成了。第一轮我们就结束了，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公布一下第一轮的用词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轮接力赛，还是先请大家来进行分配，你们在哪一个棒次？我选第三个吧。第二轮没有电机了吧？第二轮我们会有新的陷阱项目，随机的。你要不要试一下第一棒？痛吗？还是不痛？凯哥，我觉得你要不去那个。让深深简单一点，我弄这只鸡。我发现我不适合这个。不可能，两个炸弹还在这儿。远儿第一道啊！行，我去这儿，因为我们先写了，他们就只能写那一排了。哦，对。什么意思呀？你把我们的赛道给我们选了？啥意思？哎，不能商量商量吗？我们赛道的内容都一样的，只是陷阱项目是哪一个不知道，没有区别。那也行，那我这次这样，我是山鸡。山鸡啊？是鸡。是山鸡。山鸡。深深低吧。那就每个人换一个，换着玩。大家分配好了吗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大家站在你们各自的二起点上，我们来揭晓谁抽到了幸运炸弹。来吧。这是故意的吗？这个真的没有问题吗？同一个人好明显啊。所以就是要你们要打配合呀。我们打不了。周深，你想不想当贵阳的推荐官？我想当推荐官。你想不想当贵阳的推荐官？为什么炸弹一直在炸？你想不想当贵阳的推荐官？我想啊。大哥了，你是故意安排给自己的吗？我不是我安排的炸弹。你到底有什么秘密任务？不是我安排的炸弹，我没有。我刚真的是去拍的是这个宣传的。有点奇怪了，周深你。没有。恭喜周深抽到了幸运炸弹。第二轮第一棒的陷阱项目是所有的格子里面全有指压板。Oh my god！ 然后有的是普通指压板，有的是超痛指压板。小猪嘴！太惨了，深深。我怎么这么幸运？第二轮障碍赛准备。开始了。周深就一路惨叫过来了。深深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第一个过来的，你也太想赢了，深深。哎呀！差一点！差一点！OK。进来了，来机长。我从这看你也好奇怪啊，这。完了，浇头发上了，洗脸呢，咋整？留没留黑？
还好，我的目测好像还没有流黑水。你这是给谁浇水？儿啊，喝它！你看看人家，哎，你看看我们孟佳，孟佳这姿势，你看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你知道，你就是那个成都那个大碗茶那个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就这里是，加油，快满了，快满了。还有一点，保持保持，到了，兄弟们，到了到了 ，OK， 兄弟们，解开我！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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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快了！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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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！哇，你太厉害了！机长，哇！有风有风，小心小心，哥慢点，慢慢慢。大哥，贴个胡子贴了五分钟，你把我前面的惨叫都带废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哎哎！快快快快快！哎哎，鸡跑了！干嘛去？不是，他不听话。这鸡，哎，哎呀，我的鸡为什么都这样啊？跟这鸡玩比撕名牌还累。你看呢？我的个妈！这鸡，哎，你看。洗头呢？洗头。别呀，别毛了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沙哥到了，到了，沙哥。沙哥生气了。沙哥生气了，加油，老沙！来了来了，一会儿是不是得给你弄点护发素什么的？没留黑粉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走在踉踉跄跄。沙溢哥，你怎么能把头发玩到这么湿？大哥，哎呦，回到了乡下的感觉。你俩是现在是两个鸡，一个落汤鸡，山另一只鸡，一个落汤鸡还在山鸡，鸡头、哎、下山了，鸡头走了，沙哥这个头，沙哥这个爪子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莫名其妙的有点像一个人？怎么那么像马里奥啊？马里奥，马里奥有一个红的，一个绿的，就绿的。鲁伊基。哈笑到肚子上。哎，他自己回家了，自己回家了。鸡跑了！快，鸡！大哥，上树了，鸡上树了，鸡跑了！换只鸡！加油，老沙！加油，还有一点，保持，保持！进来了，进来了！哦，进了！耶！哇，我手咋这么抖啊？可以了，三队都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现在来为大家公布一下排名。
我们都经历了什么，能够有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。问题是经历的都在我身上、啊。根据大家的年龄和性别分为三组，每一组只有一个人获胜，这三个人是第一轮可以登船验证的人。好啊，就是我们三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获胜就行了。哇，什么叫只要有一个人，只能有一个人获胜？咱仨可不是一伙的啊。六六，你是不是假装没听懂？六六，六六心里明白的很。六六，我知道，你肯定行啊，还是糊涂装。六六绝对有身份。来吧。哎，指压板 ，no！ 小竹笋，吓我一激灵。早说呀，我这星期都不洗脚了，脚趾厚点，脚皮厚也过不去啊。我真的我会死在指压板上，太夸张了，这个疼，我不想，我不想玩了。准备，哎哎哎。3、2、1。喂，兄弟们，我先走一步，我在这儿就已经落后了吗？腿长的就是有优势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哥们儿，加油！哎哎，怎么还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怎么还抢跑道呢？哎，怎么来这个？我两个第一次体验的新朋友们，感觉如何呀？酸爽不？啊！太疼了，太疼了！啊！哎，不行，我回不去了。关键是糖哥还叫不出声，嘴里有气球。救了老命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好痛好痛。怎么就他成功有掌声啊？区别对待呢？哎呀，不行了不行了！不要道德绑架我！一提妈妈，我感觉郑恺应该有点身份。郑恺有身份，我觉得。所以郑恺有点积极，有点积极，有点赢得太着急了。哎呦我天，这么快！哇哇哇哇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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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个是痛的。啊，妈妈，还在那儿呢，那边。一到万年都过不去的坎儿啊，这是。
坤坤加油！吹不动了。妈妈呀！不怕，打我！你打我啊！打我！你打我啊！啊，凯哥已经到这一轮了，缠住，对，这就可以了。哇！断了，小心点啊！哎，行了，第一已经出现了。指压板疼不疼？太疼了，巨疼！因为你一疼，你那个气球就漏了，你知道吗？巨疼，你疼的不行。接下来请第二组做准备。咋的？这么求胜心这么强的都抢跑了？重心不稳。三、二、一。求胜心真太强了，是的。哎呦我天啊，都跑出去了！哎呀妈呀！哇哇哇！啊啊！哇！你这可以。哇，后来就这样啊。老沙要是间谍，真的是间谍界的悲哀啊！对，他是间谍，真的是间谍界的悲哀。他如果是间谍的话，沙真承受不了这种疼痛。六流好厉害啊！六流。妈妈。妈妈！
走走，啊，好烫，啊，我的脚，哇，这谁系的？沙哥，这是第几个？第二个。沙爹，好难啊！沙爹，别哭，不哭。这么疼啊！真的疼，是真的疼，不是说节目效果了。真的这么疼是吗？这怎么算呢？拿到鼓槌的人的呗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沙哥，你刚应该用葵花点穴手把他们俩点住啊！啊，怎么还在这儿呢？我太疼了，太疼了！太疼了，这指甲板啊！哎，我都哭了，老疼了，媳妇儿啊！哎，你一会儿能不能替我呀？嗯，你看那表情，你是哪伙儿呀？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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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慢点。这没看见啊？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我都感动了。哎呀妈，太疼了那个。哎，我好害怕呀、啊！也有可能你不会觉得，你想你生孩子多疼啊？不一样吧？不一样，孩子也不从脚底生出来呀、啊。就是。恭喜第二组获胜的是李晨。作为一个将军，当然要获得比赛。接下来请第三组做准备。媳妇儿，你坚持住啊！我咋看你哆嗦了呢？我嫂子，这跟高跟鞋比哪个难走？好想笑呀！为什么走在他身边很想笑？小竹笋，我恨他！我的天哪，太难了！哇，指甲板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。我真哭了，疼了我。这只是走，我们以前还有跑和跳的呢。跳，跳。太疼了！我真吹不起来气球，在家就吹不起来。我能不能在旁边给吹了之后放里头？好的。这是谁设计的游戏？真吹不起来。那我给你吹，我给你吹。好男人呐、啊，沙子爹！突然间觉得自己有点凄凉，有没有人可以过来背我一下？没有，没有。啊、是不是兄弟？你告诉我你的身份，我们就过去。啊嗯啊、嫂子都叫出海豚音来了。疼了，结果先去了啊，这个感觉有点吓人了。
啊，脚腕好痛啊！他们两个也太友好了吧？他们俩还带聊天的。我来了。你来吧，咱一起。这个我就看不出来了，这个我就。这么估计的话，他们应该都是好人。好人的话就不想上船啊。好人也得上船，都得上船啊。来，你先。好。天哪，这个是。哎，这个有点眼熟啊，这个游戏玩过摔过，有些人狡猾。哎呦啊，哎啊啊，场地六星快点了，快点来了啊。我跟你讲，一会儿你们就会说你们太狡猾了。你最狡猾。我最狡猾。草莓追击战，九名成员在垫子上围坐，一名成员依次触碰围坐的人，并喊口令“草莓”或“草垛”。喊到草莓时，被触碰的草莓成员需追赶并抓住逃跑成员，逃跑成员需绕圈回到草莓成员起始位置，未完成的成员则淘汰，直至场上剩下五位成员，他们所在的队伍获得积分。各队根据积分高低决定排名。就丢手绢吧。就是丢手绢。好，来吧。好滑啊，好滑。这到底有多滑啊？啊，我这摔一跤铁定起不来了，我跟你说。妈呀，这太滑了呀。这没法跑，没法跑，这没法跑啊！三哥起不来了！大哥还没过年呢，给你拜个早年了。来吧，好，我们队先抓。我先抓。你先抓，行。小朋友们不要紧张。草垛。草莓。加油！你快点啊，沙爹！我都快到了，我真的快到了。他咋走那么轻松啊？太无语了！沙爹，你快点，你再不来我就坐了啊！好，我觉得你不是触电了吗？鲨鱼触电了，我去！好，一会儿你们试试，你们自己试试，我们就再派下一位。来了，草垛。草垛，完了。草。干嘛呢？垛。啊！他在喊了一圈，他迷惑你们。草垛，你别把自己累着啊！草垛，我已经累得不行了。草莓。
草莓。草莓。你自己过于紧张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把自己绊倒了。就是他抓住你了。哦，抓住。对呀。哎。你怎么出去了？咋出去了呢？考虑清楚啊！考虑清楚啊！看我这敏捷度！草垛，草莓，快走，快走，加油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走，快走，加油加油！快走，快走，加油加油！快点，大勋！大勋，你看，快到了，你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大勋，快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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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！哎，谁在干扰我呢？这个不算干扰，没碰到，没碰着你啊。这个没有碰到你，不算干扰。欧了，欧 OK， 你 OK 个啥呀？你都下场了。咱就在这给他弄滑液呗。哎呀，你再教我一下怎么弄来着？这样是吗？你在嗨方拍就学这个，简直感觉变成蜘蛛精了。草垛，草垛，草垛，草垛。你是自杀呢是吧？为什么要挑战一个难度最大的？因为我不舍得跟白鹿跑，我怕他。来吧，第一轮结束了，请所有成员就位，我们马上进行第二轮的对决。这次从绿队开始吧。你来吧，你刚才没玩。我去，你体验一把，哎，你玩一把，你玩一把。多像一个老太太啊！太滑了，摸索一下，摸索一下。草兔，草兔，草兔，看来好难看，这么。啊对，哦，没，啊，哎呦，我操你！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对，你都快被超圈了，站起来，站。定，走，睡，起，睡，睡，闪电，对不住啊，让你提早结束这个。哥，你去吧，哥，好，把蓝队淘汰，哥，你很嚣张啊。你很嚣张啊，为啥去？草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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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用力吗？草垛，草垛，站都站不住。好明显，直接趴他，反手抓他，反手抓他，草莓。
我都没站起来，我就抓着了。送人头。真的好滑呀，真的好难弄啊。没，没。哎呀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呀哎呀，没了没了没了，他没了，一问这他没了他没了。别扒了我，别扒了我，他没了他没了，你快冲啊！别扒了我，他没了他没了，你快冲啊！别着急 ，baby， 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哎哎！快冲啊！别扒了，别扒了，别扒了！啊！小杜，小杜，坐好了。草莓。哦，魏大勋腿长脚长的。魏大勋很猛啊！魏大勋，哇！魏大勋，加油加油，大勋！哇！魏大勋，走两。三宝。加油加油，大勋！有机会有机会，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。你是不是我的位置？你得去他的位置，你得坐在大勋的位置上，你得去他的位置。你们两个定水线吗？你已经 out 了。OK， 我们这一轮得分的是白鹿、大勋、坤坤、深深和佳宁。目前比分：蓝队四分，绿队四分，卡其队两分。哇，好，来吧。好滑啊，好滑、啊、这到底有多滑啊？我这、我这摔一跤铁定起不来了，我跟你说。妈呀，这太滑了呀，这没法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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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没法跑啊。三哥起不来了，大哥还没过年呢，给你拜个早年了，来吧。好，我们队先抓。我先抓。你先抓，行。小朋友们不要紧张，草垛，草垛，草垛，草莓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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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快点啊，沙爹！我都快到了，我真的快到了。他咋走那么轻松啊？太无语了！沙爹，你快点，你再不来我就坐了啊！好，我觉得你们触电了吗？沙溢触电了，我去！好好好好，一会儿你们试试，你们自己试试，我们就再拍下一位。来了，草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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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草垛，草垛，完了，草，干嘛呢？垛，啊，他在喊了一圈，他迷惑你们。
哎，草豆，你别把自己累着啊！草豆，我已经累得不行了。草莓，草莓，草莓，快点，快点，大勋，大勋啊，大勋呐！快点，大勋，大勋啊，大勋呐！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你自己过于紧张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把自己绊倒了。因为他抓住你了。哦，抓住。对呀。哎。你怎么出去了？咋还出去了呢？考虑清楚啊！考虑清楚啊！看我这敏捷度！草垛，草莓，快走，快走，加油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走，快走，加油加油！快走，快走，加油加油！快点，大勋！加油！你看，快到了，你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大勋，快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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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别别干扰我这！这个不算干扰，没碰到，没碰着你啊！这个没有碰到你不算干扰。欧了，欧 OK， 你 OK 个啥呀？你都下场了，咱就在这给他弄滑液呗。哎呀，你再教我一下怎么弄来着？这样是吗？你在嗨方拍就学这个，简直感觉变成蜘蛛精了。草垛，草垛，草垛，草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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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自杀呢是吧？为什么要挑战一个难度最大的？因为我不舍得跟白鹿跑，我怕他。来吧，第一轮结束了，请所有成员就位，我们马上进行第二轮的对决。这次从绿队开始吧。你来吧，你刚才没玩。我去，你体验一把，不是你玩一把，你玩一把。多像一个老太太啊！太滑了，摸索一下，摸索一下。草垛，草垛，草垛，可能好热，动了，草垛，哦。哎呦！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对，你都快被超圈了。站起来，站。定，走，睡，起，睡，睡。沙莉亚，对不住啊，让你提早结束这个。哥，你去吧，哥。好。把蓝队淘汰。哥，你很嚣张啊！你很嚣张啊！为什么？草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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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用力吗？啊草垛，草垛，看着站不住。
好明显，直接趴他，趴他，趴他，反手抓他，反手抓他，草莓。我都没站起来，我就抓着了。送人头。真的好滑呀，真的好难弄啊。没，没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他没了，你稳住，他没了，他没了。别扒了我，别扒了我。他没了，他没了，你快冲啊！别着急 baby， 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哎哎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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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啊！小段，小段，坐好了。草莓。魏大勋腿长脚长的，魏大勋很猛啊！魏大勋，哇！魏大勋，加油加油！大勋，哇！魏大勋，走两位，快跑！魏大勋，加油加油！大勋，有机会有机会，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！这是不是我的位置？你得去他的位置，你得坐在大勋的位置上。我得去他的位置。你没来到第二手剑吗？你已经 out 了。OK， 我们这一轮得分的是白鹿、大勋、坤坤、深深和佳宁。目前比分男队四分，绿队四分，卡其队两。来啦，我们。哎，蓝队先点的啊。那一会儿游戏蓝队先玩。你是鱼班村村主任推荐过来的？我是队推荐过来的。哈哈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沙县小吃同业工会的会长。沙县小吃发展迅速，我们同业工会呢，主要是为开店的人统一行业的标准，为开店的人解决困难，我们就是大家背后的保障和靠山。好，在我这里有很多开店的经验，只要能完成我们标准化的操作，就可以获得经验。好，是啥呀？这是？哦，这不是镜子啊，是啥？请接收你们的任务吧。副本任务二：标准化操作。标准化操作第一棒，清洁标准化。成员从指定地点出发，规定时间内通过吹气让肥皂泡泡穿过圆环，即为挑战成功。你不能吹这么大，对，你还得吹过去。那谁能吹过去啊？你吹一下试试。要要要，行。哦哦，好了好了，这怎么吹啊？是有风，它风是一阵一阵的，所以要看准时机。哎哎，这个这个这个有希望，有希望。这现在这游戏都杂技呀、啊，这都是。标准化操作第二棒，烹饪标准化。成员用脚踩勺柄，将勺子中的糖块弹起，规定时间内吃到弹起的糖块即为挑战成功。哇哇哇哇哇！太重了，太重了！哦，这个挺难。这个我也想试一下。踩重一点啊！这个踩不动。我踩试试的啊。来。也踩不动，踩不动完了。你说第三个吧，我再听听。前两个我都忘记了。标准化操作第三棒，送餐标准化。成员使用长长的手臂拿取碗里的爆米花，规定时间内吃到爆米花即为挑战成功。这也难，跟沙哥取取经。看好，跟哥取取经。左手把它扑了出来，对对对对对，放在右手的手心里，轻轻抬起。哇！可惜不算，试的时候你总是最厉害，我熟练工种了都已经，这俩就像长在我身上了已经。
待会儿你还能这么顺利吗？我绝对不玩这个长手，太愚蠢了。你是举这个还是踩那个？我觉得我手短，我这个有优势。哎呦，我好兄弟，分析的局势很明显啊，而且我踩不动那个，是吧？这个环节一共有三个项目挑战，自行分配哪一个成员玩哪个项目，完成几个项目就可以升几级。好，明白。我们怎么分？我觉得我来这个。你来这个，因为这个女生踩不动。你能吹泡泡吗？我都行。试试，我试试。我觉得女生还行，慢慢的，一同，你看她，你看，慢慢慢慢。她会碎。越到后边越慢，越到后边。啊？越到后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越到后。怎么还？你就这个吧。行行行，我吹泡泡。我就这个，我这个。我们开始了啊，好吧。现在你们有五分钟的总时间，请你们自行分配，每个人需要几分钟？我们五分钟平均分配。不用。我三十秒。三十秒，你如果没做到，视为作废。我们有一个表给你掐。我一分钟，一分钟吧，一分钟。别太高估你自己了也。刚才你看我这十秒，我觉得一彤那儿可能需要三分钟。那我这样，我给一彤三分钟，好吧？我们俩各自一分钟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蓝队挑战计时。就吹那一个就够了，还真的第一个最难。这很容易裂的，还是关键是，吹的大力它就裂了。哟，吹远一点，第一步。哟，哎，别着急，三分钟呢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，多吹几个，别着急。哇哦，跟这个。给你一个这个，我缺氧了。这个全凭风向，那阵风助你一臂之力，他就过去了。哎呀，小泡泡！救命啊！你们这个游戏太难了，妈妈，你这看的人都着急呀、啊，真的会发脾气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他自己过。是不是有个屏障？咋的？那是不是有一个看不见的膜啊？那有个屏障。使劲往高了吹。跑五线是不是？有一个字过去。前面那个。哦，是。过了。哇哦！用时一分五十九秒，哇！所以给你三分钟是对的。哇，差一点！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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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肯定能拿，你能拿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抛大高一点，差一点，压上了。这好难啊，就根本看不准。他高。十八秒，哇，晨儿哥，太牛了吧也！我感觉我不敢接，蓝队太厉害，来吧，一分钟挑战，别紧张哥，这行呀。网络平台优酷、爱奇艺、腾讯视频，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一分钟挑战。别紧张哥，这行啊。哎呀，给你两秒就够了，我看。哎呀，用时六秒，所以恭喜蓝队三个项目都挑战成功。哎，太厉害了，好厉害。蓝队要留在这里表演这个节目了。给你们好了，给你们好了。全世界沙县的代理全都给你们留下来。你看看这个名字。关键录制环节真有绝活，真往出拿呀。关键这一套动作我就可以说行云流水。
第二组出战呢，粉队先，粉队先，阿粉先。我们呢？啊，他玩泡泡，我试一下第二个。哎呦，可以。嗯，可以。那你来这个，那你来这个。我两分半吧，行吗？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俩一人一分十五秒。可以。粉队挑战。一口气吃啊！对对对对，找那个中根儿。你吹的有点吹歪了，不是，他不是吹，他是风给他带走的。对，有风的时候。有风。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厉害了，整成香蕉球了，这你最好吹到这个，不行，这太惨了，你这单纯吹泡泡呢，你它没风了。哎，有没有可能你一直在那里吹，总有一个能过去？随缘泡，随缘泡。哎，这还有个是有个双胞胎的泡，这妈的双胞胎，有戏有戏。吹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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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，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差一点，差点。吹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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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，哇哇，差一点，差点啊，过去了。哎，差一点，差点啊，过去了。一分零四秒，挑战成功。哦，差一点点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行啊，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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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点，到此间了。嘴太小了，再来，再来，有了。哎呦，都到我牙齿了。每一个都很准啊。啊，不行啊，都到此间了，都到此间了，都到我牙齿了。每一个都很准啊，再来再来，嘎住，加，哎呀，漂亮，加，哎呀，漂亮，一分十四秒，挑战成功，哇，差一秒，差一秒，现在压力给到郑恺，还没开始呢，等一下还没吹哨呢，还没开始呢。还没有开始，知道了。还没有开始，没有计时。你得一粒一粒啊，只能一粒一粒吗？啊，对，一粒一粒来啊。哇！哇！凯哥刚刚用时四秒。这一趴是不是它过于简单了？六秒不算什么，我都没看见，再来一次吧。这是没有人反应过来。黄队，如果你们要这儿过不去，是不是有点有问题了？这要不就肢体有问题，要不就大脑。这咋办呀？哦，这个没有糖，挺好的，不甜。给我点糖，我试试，我踩踩来，我踩一下试试来。我你们压力来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吃到了吗 ？Yes， 吃到了。原来嘴里含了一个，不是这样，你拿个糖扔过来。这都那个八十年代影视特效，你知道吗？蒙太奇，叫飞刀什么的。
你两分半还是三分？我两分半吧，我两分半。他两分半，咱俩一人一分十五秒，可以吗？不用不用，无意，你就十五秒就完了。三秒，三秒。那我就二十秒吧。别别别，你多点多点。你这样你就十秒，别听他们的。十秒，我跟你说，咱们有自己的规律。十秒，别听他们的。在这个游戏当中，就是一定要表现自己这种最大的胜负欲。这样，老沙六秒，我四秒，你折个钟五秒，给你两次机会，十秒。别听他们的，别听他们的，好吧？别听他们的，真的，坚信你自己。你相信我，来一把吗？试试。不不，不用不用。怎么办？那我这要成功了，从此在跑男史上留下了一个经典的画面，你想想，留一个无人超越，直接超越郑恺。超越老沙，对，直接就叫十秒，三秒，啪一下搞定了，是吧？那我不用听他的，他在 PUA 你，你没感觉到吗？我在，他在给你洗脑。我在 KTV 你，我在 KTV。采访你一下，你最后决定多少分？我还是一分十五秒吧。好，好，白说，坚定。黄队挑战。哎，风向往回吹了，你看现在，你看我说给你们点时间，你还不听，你看现在风向已经掉到那个方向去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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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吹出去过去了。哎，回来，走位走位。来了！啊！哎呀，圈有点太小了。好紧张啊！现在。太难了吧也。我。过去了！用时两分二十七秒，哇，差三秒，哇，可以了，还好还好。我觉得最后得按时间算，一二三秒。吃点糖吗，宝贝们？八秒，哦，谢谢。还是别按时间算了。还是别按时间算。不是，郑恺刚说一句话，说我觉得应该按时间算，你这八秒结束，不必了。还是别按时间算。三秒吃进去啊，三秒。三秒，每个人都是这么快。哎呀，我应该听你们的。你看，我说给你十秒，你不听，对不对？这个画面就留下来了。是啊，对呀。这样，我觉得既然大家都过了，必须要分出一个胜负，就让他们仨比谁这吃这个时间最快。因为我们这个环节的规则就是你完成一个项目就可以升一级，那三个队如果都完成了三个项目，就是每个队都可以升三级。对，那么跟没升一样吗？对呀，你都升级就等于没升级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项目当中要分出一个一二三来。可以，那好吧，来，谁得第一能额外的多升一个等级，可以吧？好，我同意。好，郑恺先来，先压力给到郑恺了。凯哥，我觉得你两秒可以完成。毕竟不用一点五，计时。哇，凯哥，四秒零三，四秒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最快好像四秒零三，我就这样了，我就这样。
好快啊！他俩心态已经崩了，心态已经崩了。来，感觉吴意不应该答应啊！吴意说：“我信了你们的鬼话。”吴意挑战，我好紧张啊！别紧张，成绩已经有了。对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心态完全崩了。行，算了算了，可以，再来一回，来，再这样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行不行？这一看我们这孩子就不是那种硬考试型的。你别紧张，你紧张吧，脸都红了，你看，吴意那个，吴意脸都红了。玩的就是心态啊，慢慢的，别着急。几秒？3秒50。哇！还上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补的，这是给人家一次机会，我可没给，给一次，给一次，我可没给，给一次，不行，我可没给，给你两次机会，然后没完了，好了，给你两次机会，你试，这咋的？这完没完了？这没完，不，3秒50已经天花板了。你是老沙，你看你姓什么？这是啥地儿？沙县吗？没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压力太大了，这咋能这样呢？那我是不是应该也有一次机会啊？可以，我。多少？2秒75。哎，我甩丢那个剪掉，压力给到郑恺，现在只有郑恺有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心态已经崩了，你心态已经崩了，我心态已经完全崩了。能不能刷新世界纪录？哎，一秒，对，一秒。别挑了，他挑不了，挑了，就这一次了，要个胜利之花。多少？2点。你不用在乎多少，你就发挥自己的实力就行了，不用想他的成绩，心无杂念才对。爸爸，走。啊！失败，你看看，多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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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所谓了，都赖成这样了，真的赖，真的赖，谁还要了？那1分2分，不要了，等级给他们吧。下次录的时候我要开个直播，我跟你说。之类的，哎呦我去！哇，这有的滑。跑呗，就是。对对对，中间一个圈，两个人同方向追追追追，锣声响起之后我们喜欢方向，只要摸到后背就行了。我跟郭麒麟，我不。不是，我不跟沙哥，你跟我，不是赢他不露脸，输了还寒碜，就让你寒碜，真的。贵了这就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体重越大越吃亏，在这上。这已经没有悬念了呀，不是体重大，你知道吗？游戏已经结束了，你只能爬了。你们确定这个游戏？我们磊磊让你半圈，好吧？好，准备，3、2、1。
天鹅。哥，我告诉你，哇，陈哥这个。磊磊抓住晨哥用时37秒。哎，这给老同志摔的，浑身大鼻涕。好，请准备，3、2、1。行，他平衡挺好的。哎，他找到窍门了，滑冰一样。又烦烦。陈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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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陈哥，哎呀，陈哥，救命啊！陈哥，你已经狂暴了！哇哇哇哇！哇，杀伤力太强了！陈哥，救命啊！哇哇哇！啊！哎呦我去！哇哇哇哇哇哇！陈哥，哎呀，陈哥！快接着爬，接着爬！啊啊啊！这都被他们打起泡来了，起泡了，都有泡泡。刚磊磊抓住晨哥第二次用时61秒，走来。哇，哎哎，可以，平衡挺强的呀。我俩是一个小学和中学的。啊，你俩一个小学？对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俩居然是校友。小学之战，谁才是长乐的荣誉校友？长乐之光，长乐路上有你没我。长乐路一姐争霸战，好，准备，3、2、1。金师傅，金师傅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左边的金选手现在正在卖力的移动，菲菲现在打防守战术，他在消耗对手的耐心。哎，你俩好稳啊，感觉没事儿啊。哎，怎么走起来了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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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始了试探，这有点可怕呀。快走啊，快倒着走，姐倒着走。走呀走呀走呀，可以到了吧。好，来，我要发力了啊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他发力了，他发力了，他发力了，他发力了。哦，哎，你不要画小圈好吗？太快了吧 ！Baby 用时14秒。
菲菲姐好强啊，她好可怕。我没懂，就是谁先抓到谁就是都一样的。我还是没懂，就是我这样追他嘛，我快一点就是我追他，他快点就是他追我，就是追圆圈圈的那个。成员两人一组，同方向追逐，啥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前面的人不能转身。前面人不能转身。对，比如说你比他多跑一圈，你看着他后背了，你就可以追他。还是没懂。你在追他，他也在追你。我在追他，在追我。太难了，这道题太……行，让他俩玩吧。好，准备，3、2、1。哎，你反着追呀、啊？哎。暂停一下，你不能换方向，不能围追堵截啊！哎，啊，他这是逆时针，等会儿，刚才不是这样抓的吗？青子，我觉得不太清醒了，现在。青子，你那个《阿甘正传》，你是阿甘还是正传呢？他正传着呢，他这。啊，我懂了。来吧。哇，这还短道速滑！哇，武大靖来了！武大靖来了！比赛开始，大靖全力跑！好的，抢到第一的位置，这个时候注意自己的速度，带起来！内道速度，哎呦，速度还是在往起加！最后一个弯道，大靖出来！弯道控制住，加起来！这第一干干净净，我们逆了过去！好，3、2、1。往里走。往里走。哎，打平了！哇，你们两个要比赛，来，我们俩比。男孩可能2秒就摸到了，手长的。麒麟，我觉得你怎么也得来个秒杀吧，杀意的杀。有郭麒麟可以，麒麟用时6秒，承让，感受一下，哇塞！稍等一下，我们加点那个东西。你还要加？你再玩几遍之后就干了。哎，完了！哇，这早玩好了。好，请准备。哎呦！哇！哎呦！哇！这个老头步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就第一个头在这走，你个老头叫老头。凯哥，我觉得你以后老了差不多就这个样子。我买几个橘子去，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。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。凯哥，凯哥，换方向，凯哥，冷静啊！凯哥，小心翼翼的。完了，又被拍了！快！快拍呀！哎，搭刀了，41秒。快跑！凯哥来了！快跑！凯哥来了！我上！
这个只有10秒以内吧？刚刚用17秒，好快啊！郭麒麟怎么已经开始得意上表情管理一下好吧？名牌多不是什么好事，郭麒麟都是运气。谁让我抽签抽着我杀爹了呢？你是不是？还有成员想要挑战的吗？我挑战凯哥吧。啊，好，来啊，来。我也要挑战一下 baby。我也想挑战一下 baby。怎么你发出了这种老牛的声音？蔡徐坤脚步。对对对对对，蔡徐坤转身这叫坤式脚步。哎呦，哇塞哇塞，坤步，哇塞哇塞，游戏游戏，坤步。KO。我感觉 baby 在等待钟声响起，没错，他要开始反攻了。哇操了，哇操了！场地，真的要场地！baby 姐好强啊！快跑！30秒了！天哪！我错了哥，我错了。友谊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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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友谊赛！哇！王牌拼高低，一光也清晰，记住 vivo 王牌时刻。哇！小宝，你不是也他们团里的吗？小宝，你不是也他们团里的吗？很帅气，很帅气。好了，这个双方都已经自然的归到了两队阵容当中。那接下来呢，马上就让我们进入王牌时空隧道，一起去解救胡巴。走。王牌拼高低，一光也清晰，进入 vivo 王牌时刻。救命啊！那个戴着墨镜的人一定要把胡巴从他的手里解救出来。解救胡巴游戏规则：游戏开始，两队成员同时从起点出发，向困住我的高台发起冲击，率先登顶的队伍获胜，并将获得优先选择面具一张的权利。各派两位队员，各派两位队员。我们决定了，我们决定让他们红队赢了。不能放弃，不能放弃。对，我从来没赢过，突然告诉我这个讯息，我接受不了。你是时候赢一把了，不行。各派两位队员啊，菜菜、柳柳，你们俩吧，好吧。我已经派出了我们队的最精壮的两位同事。谁啊？高文杰和柳岩啊。小心！滑了吧？凉啊！不是凉，是滑。我来吧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真的很滑。我过来。王队谁？你们派谁了？我跟莫愁。你跟莫愁啊？什么时候都用专业的蹲句式提问。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不住脸啊！脱下来，
哎呀，把他们笑的呀！努力啊！啊！贾玲，贾玲，贾玲！妹妹，你是出了最远的一个，我只能用震撼来形容你。是不是很爽？哇！我等你一会儿吧。贾玲就像一个爬不动的大蛤蟆。正面接触了，要开始正面接触了，会有什么样的策略呢？不，我会拉着你的，我会拉着你的。抓柳岩的脚，冲突开始了。是天师队，队长继续派人啊，下一轮是3-3啊。我郑重的宣布一下啊，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髋关节积水。说那么多干啥？你快来啊！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去吧去吧。全国的最权威的医生都让我静养。哥，我就想看你逆天而行。带护具再进去。哎呀，我这怎么给滑成这样啊？你们怎么坚持的？来，所有能保护我的全来。好了啊，来，所有的这轮的六位成员，哎，得让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老弱。好，来，请准备。好了，来吧。计时。努力站起来，来，腾哥干嘛呢？哎呀，娜娜好快，娜娜把她推下来，娜娜。哎呀！
我的妈呀，他一直用四肢，用四肢撑下来的，哒哒哒哒哒。太厉害了吧，我就上去了。嗯，好大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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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那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我们再来一轮。好了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开始干到了，这孩子真厉害，这孩子拧大真厉害呀，他拧大的可厉害了，那孩子。啊，我知道你怎么爬的了。哎，不行，他太快了。你看，鹏哥一个完美的假摔，太厉害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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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小心哦！哦，小心哦！哦哦哦！现在又成果了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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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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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上上上上上上妹妹干嘛去？哦，贾玲加入了，妹妹加入了，莫名加入。完了，宽，看疼的，看他哥疼的，看哥疼的，我们现在就看他疼。哥，姑姑手里的水漾出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最后一轮啊，最后一轮。来，菜菜，老果，老果，老果。好了，各位，这是最后一轮啊，四对四的争夺，规则是这样的，在四分钟时间到的时候，哪队占据着最高峰，哪队就赢。四分钟是时间的限制。只要时间不到，谁都可以拼，好吗？居然真的有人戴着头盔保护自己，我也是。好，来四分钟。OK， 来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！鹏哥，你干啥呢？采取的是纠缠的姿势啊。哇，娜娜有个绝招就是甩。啊，就是甩。你干啥呢？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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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贾玲，你不用往上上，你就两边横扫就行了。好，现在天使队率先占据了二层平台，居高临下。妹妹，你两头横扫。贾玲，我好棒啊！贾玲，你不用往上上，你两头横扫就行了。
腾哥。拽下来，拉下来，快去，快去！大家加油！啊，小心，小心！啊！你敢推我？没事，你有没事？你敢推我？啊！你得逞了！不要，不要！别我错了，都没事。娜娜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为你翻身做好了一个基础，再也不是游戏黑洞了。以后你真的完全可以多接动作片。是。好了，这轮非常明显，由于娜娜的出色发挥，最终获胜的是沈腾队。所以这个面具呢，我们的沈腾队拥有优先的选择权，好不好？好，游戏结束，解救胡巴成功。让我们回到现场来挑选面具，进行最终的验证。好嘞，人体冰壶啊，王牌对王牌第一次出现这个游戏。两队队员依次使用游泳圈向前滑行，红色区域为得分区，每局过后靠近或者停留在得分区人数更多的队伍获胜。行，明白了。要不然丫丫先试一下，先润润底盘。丫丫先润润底盘。哎，我们没有那什么吗？哪个？抹布吗？对呀、啊，也得给这搓两下吧，小心跨过轴子，哥。你们能不能推呀、啊？推我一下。可以推你啊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哎，谁？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不是，他不是这样推。好，行哥。好，哎。你得这样推。他不，你看过那个冰壶球吗？就有个这样推的。给我推下去了。这样讲的没用的，那能推哪儿去、啊？来，一二，走。你管啊，就在这儿了，就在这儿了。我哎，不是，它跟冰壶不一样。不是，你得让它自己来，你自己来，力度好控制。
这耍帅是耍不了了。来吧，第一轮二对二，两队分别谁来？手剪布，谁输了谁先滑。手剪刀布，对方有一个东北从来不会输的人。冰壶这一块卡死死的。我来吧，我滑不了，我给你们负责猜吧。来吧，就一局定胜负了。一局，一局定胜负。嗯，老手都这么揣着，有点信任吧，好吗？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没事儿。第一轮哪两位选手？我们自个儿商量一下来。这个游戏的精髓在于排兵布阵，把重的留在后面有优势的撞别人、啊、对对，因为第一个没的人可撞，因为你不负责撞人，你一定要保证留在这个上面，而不是非得当那个眼的。这位纸上谈兵的仁兄。你先来一个来。老白来了啊。好，老白来啊，三二一走。完了，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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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猛了猛了猛了，老白猛了。哎，玲，我最后压轴吧。鹏哥来了。有很长的助跑，哥，你要这个助跑啊，你直接跑那厅去了。这位选手的助跑距离已经把场地利用到了极限，他来了，太大劲了，太大劲了！小腿还扑棱，小腿还扑棱。哎呀，这不行啊！腿盘着，腿盘着，感觉这圈要爆了。把它撞下去，撞下去。应该稳赢了。嗯，这稳赢了。这应该撞不下去了，感觉。谁最重？没事，我来也可以。我觉得他稳得住，他可以。他稳得住。对。你听我说，现在这样，你这次你得重了，就说什么呀？助跑，助跑。你留不留在那儿都不重要，你要把它冲下去。以攻为守。腾哥你小心啊，我劲很大的啊。哈哈哈哈，好，来助跑，使劲上，走。送进了得分区。什么呀！我的天哪！花花来是吧？努力来，努力拿两分还是怎么样？我努力拿两分，但我不想撞了腾哥。哎呀呀呀！上哪儿拿分来了？行，超了。王牌家族获胜，拿分了。不行，得再来一轮啊！这是第一轮啊！再来一轮，再来一轮。四对四了嘛，那就得田忌赛马了，排好了。对，四对四是有点狠了，商量一下吧。那我觉得应该是最重的打头。对，你俩先上吧，你俩。我俩，你俩选年轻先上吧。谁先来？我们蔡丁壳，看谁先来。换一个人菜。来，我们也换个人菜。小头，蔡丁壳。好，你们来。这样我们就更好排兵布阵了。小头。到一半的选手头，谁也撼动不了你的位置，就站在最中心的点，最中间。王牌家族的战术是先放一个站位壶，就是小童。哎呀，小童他不是电动的，你得哎，等会儿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拙实。先放一个站位壶，就是小童。我第一个来，哎，来，你要咋样吗？劲大了，劲大了！哎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跟你说，我。
悬崖勒马，一碰就下去啊！不能，小童挡着我呢，撞我撞我！哥，首要的是别下去。等会儿等会儿，干嘛？我还等你，我再等你一会儿。我看你自己掉下去了。好了啊，来个猛子，加长助跑距离来了。哇！我就在这儿一点没动，这也太猛了！我跟你有多大仇啊，哥？这要给我干哪儿去？我给你撞到那个岸上。这两步都懒得走啊，哥，真厉害！行了，该我们了。要想赢得漂亮，把它清出去，这个场地就属于咱们的了。行，我明白。丫丫来啊，好来，你就可劲儿来，我帮你挡着点就完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谁推我一下？来，可以来，来，一、二、啊，好，拦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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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OK， 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花花先努力把这两个灯弄下去，必须得撞小童了。哇，必须得撞他。我想想，给你个机会，我们就坐在上面，看你有没有这本事。我们不玩赖。花花要大力出奇迹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他要直接撞了。稳住，不要让撞下去。哎，花花，大力出奇。非常猛，我来撞花花，对不对？你得助跑，你得助跑，要不然劲儿不够。猛的，就如果你要撞人，就得是猛的。走了，走你，走你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玲姐，我们全靠你了，姐！王牌家族的最后的希望。玲姐，直接把他俩轰下去。走着，哥，我冲他俩中间那个轮是吧？可以，贪多嚼不烂。我压力太大。来吧，加油加油，姐，嘉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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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速度与力量啊，来吧，加能不能守得住很关键。来吧，最后一击啊！还有我，弹回来2米以上算输2分啊！放心，好吓人呐，你太可怕了。好，开始了，也该我们赢一回了。来，走走来，看看 ，Come let's go。我这么远的助跑，这么远的助跑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
太可以了，太可以了，今天给撞到了王者之位。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五个人，你们再来一个。来，亮哥试一把。幺零亮。但这个机会我们有一个要求，你只能撞小童。我觉得撞俩可以。好，照样行，照样行，撞俩，撞小童，台球里边管的叫什么传球？你就撞小童。他打台球，你知道？鞋哥，你没打过台球吧？哥，我怎么没打过？可以一条直线的，不是非要侧着打。这你加一个低杆八缩回来就过去了，缩杆啊！你不懂吧？你不懂，我给你讲一下逻辑啊。我从这儿刚才那音乐起，我到这儿来，我撞到这儿，我双脚一踢，再借一个力把它一弹，懂我的意思吧？还带踢的呀？来，是不是？演一个。亮哥在算风速和地转偏向力。零零七，零零亮，蜘蛛侠，他这个来了啊！来啦，嘿，来啦，嘿！嘿嘿！是那意思，意思对。但我们还是赢了，哥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。完了，输了。你没有任何压迫感吗？没有，你坐我旁边这样。我撞不到事儿，我双脚一踢，再借一个力，把它一弹。所以这个站位弧还是有作用。这站位弧就赢在最后，不就赢在这站位弧上了吗？还真是，只要不降下去就有机会。好了，比赛结束，再玩一轮吧，再玩一把吧，挺好玩的。都有这意思。斯维斯玩一轮排一下。斯维斯，谁第一个？还是手我还先。这回比上次稍微近一点，然后挡着让他们觉得碍眼。好，哥推你一把吧。这样吗？来，坐里面。坐里边吧。把脚拿上来。三三三。你俩推底下，我推上面。好，别推上面干嘛呀？拔得头来，推吧，推。三、二、一。哦，这个站位弧可以。你们三个这个力度可不是让我知道这。你最后你通过了自救。来吧，你们把它撞下去。这好撞，不要直着撞，斜着撞，只就直着撞。你准备好下巴。别给我妹妹撞废了啊。告诉你，一二三，走。这个就很难了，太棒了！我可坐在这儿的。你就应该斜着撞，还真是斜着撞。没事，下一个他就下去了，你就留下了。来，你们出一个吧。花花，你怎么弄？我跟小童堆在一起。这俩是挨着的啊。这挺要技术的。把它撞开，侧面吧。或者你不撞他，你也跟小童并排去。啊，也行。哎，还是想撞我。我们来看看花花这把的走位是怎么样的。这男的，第二把花花，来开始击掌了。可以，但没过 pro 他就进去了。你俩是吧？气势啊！好可怕呀！感觉亮哥要暴击了。
感觉咱俩都飞到那个岸上了。看中间啊，亮哥加油，来亮亮就看你了。呜呼呜呼，把它清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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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大，哎呀，我来了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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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行，刘姐，我就直接撞他是吧？直接撞，撞了不拿分儿。我觉得是弄下去，你们自己判断啊！来了，哦，呀，哦，呀，哦，厉害厉害，零永远都在最后那一刻不掉链子。最后是丫丫吗？丫丫弹回两米算两分啊！我们真正的诠释了中华字典"四两拨千斤"。我觉得你们推我，对，我们推。咱们能不能喊个口号？咱就一起准备二姐妹喊口号出去了。不是，人间大炮准备好了。来，来，喊到三使劲啊！啊，来，一、二。玲姐感受到了躺赢的人生。刚才过去的什么东西啊？方向偏了。哎，你们组就是个跑偏的组。赢没赢啊？回来吧。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我们输的光荣啊！那今儿反正就是点低。再次恭喜一下这轮获胜的王牌家族，我们的口号是：王牌家族，水土不服。天空家族，打到水火。